我们是懂打的，那次他演包公，把我打到差点住院，好像还上新闻。还上新闻，这个叫做框框，好、哦，看清楚哈、哦。啊，中间这个是因为这没有受力点，它是软的、哦，所以其实这个打只有声音，这个声音很大。哦，其实还好，他不会打，因为我们是受过训练的，会打中间这一片。对，他是用砍的，他这样劈啊，天哪，有危险吧？他那一下劈下去，全场台哥、孔哥、国哥全部都塞，哇！然后我那个马他是，我这边有一个新的，不是哦，哎，对对对，他是这样子。喂，跟我们好汪啊！让我控诉一下，好，他这个是有生命危险的，因为我以前出道没多久，我就在那个全民最大档训练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训练喜剧嘛，然后喜剧就比方说要黄色笑话啦，或是开一些地狱梗啊，再来就是暴力，这三个是最快可以让大家笑的东西。对，那这位前辈呢，他就选择了一个最直接的方式，对，暴力。暴力什么意思？就是、比方说软棒打头，你看刚刚要软棒啊，那个棒子或饼干盖啊，拖鞋啊，拖鞋啊，这种东西就啪打完，大家哈哈大笑。不夸张，我的头至少被他用打坏了大概50个饼干盖。饼干盖，饼干盖，饼干盖其实很痛，还不包含丢嘎的哦。哇，你今天有带、啊？这种东西，对，他就会只要讲到点，啪就打到头，打到我的头上，然后我要控诉他是为什么？打到我快鸟尽动就算了。有一次好不容易。终于有一个机会之下，换我的角色是可以揍他的。Oh. 我记得我演包公，然后崇哥演王朝跟马汉、oh. 我一个人演两个，一个人演两个、啊。然后我就这样，还有王朝，然后就再翻翻翻翻翻翻到这里，然后我就看，那马汉呢？翻翻翻翻翻，哎，报告关公在王朝，我就在王朝马汉，然后只要他有一错，哎，我就 K 他嘛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，终于混了这么久可以 K 他。后来 K 完 K 坏的一个饼干盖 K 坏了之后，他突然说不痛不好笑，那包大人，启禀包大人，小弟教你这个东西道具是这样用的，啪打回来，哎，明明是我打他的地方，他还打回来，这我还要你还敢讲这个事情，这我就要讲啊，对，为什么我当初会打他？因为我们打这是有技巧，这有技巧，真正打他是不会痛，哇，用什么？用这边，用中间，中间，大哥你可以接受吗？可以，你看喽。还行吧，还可以，可以，还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以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节目上打他，我们是懂打的。那次他演包公，把我打到差点住院。真假？为什么？因为第二天好像还上新闻，还上新闻，过年特别节目。因为各位看好、哦，这个叫做框框，好、哦，看清楚哈、哦。啊，中间这个是因为这没有受力点，它是软的、哦，所以其实这个打只有声音，这个声音很大。哦，其实还好，好像其实还好，对，但是你知道回正的话，其实就你就反打这样子，他就回正，就回正了。对，但是有时候你回过头哈，他这边又比较痛的话，你再这样回来，他就好了，哎，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他这个他不会打，因为我们是受过训练的，会打中间这一片。对，他是用砍的，他这样劈啊，天哪，有危险吧？不是，对啊，我他打下来胖，我这哇。然后你知道他那一下劈下去，全场台哥、孔哥、国哥全部都塞，哇！然后我那个马他是，就是这个打下去是这样，哦，这个劈是这样，还是空。晕眩主要还是来自于声音的共振。当时有慢慢讲，我先回去做一下。你根本是然后自己犯贱了吧？你现在就这么快就晕了？不是，你刚刚那个坏了。哦、我这边有一个新的，不、哎哦、是哦，哎，对对对，他是这样子。喂，跟我们好汪啊，对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你现在不是新人，他还是欺负你啊？是，一日前辈，终身前辈嘛。哦哦哦哦